就过来，就过来，厨艺大 PK 有没有很眼熟？没错，这是板桥双美对决，私房年菜拿出来。哦，我等一下要做的是冰花饺子，鱿鱼雷霸蒜。但是过年十全十美，我要放十个。你看我今天也是准备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看起来都架势十足。冰花饺子 PK 鱿鱼螺肉蒜，到底谁胜出？那个过年要说好话，一定是100分啊！两边都100分吗？两边都100分。我们因为是过年，爱恭候为静候家，静候家哎，彪啊嘎，鱿鱼雷霸伞，两边都很客气，只是 PK 厨艺外，政治上两人更得别苗头。板桥选区号称最美选区，因为蓝营被点名的包含发言人李明学，曾当过两届议员的李婉玉也有意复出。绿营戴伟山要寻求连任，山田摩一则要抢党提名。就是美女一起合作，把男生边缘化，是不是？老神在在，但两位美女同台，大家不免好奇。美女议员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这个我们一起亮牌。一起亮牌子，这个问题很难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难答。他流行渣男。噔噔。我想我现在讲的跟一年后我可能喜欢的男生就是会不一样啊。善良温暖的男生，对，所以是两个 combine 在一起。那第一眼会看到什么？我觉得气质它就是一个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感觉。因为当你硬要说从某一个地方来看，那我觉得可能是眼神。眼神是真的蛮重要，因为我其实比较喜欢那种眼神比较坚定、比较诚实的样子。美女一绝，美女参选人大揭秘，也让人看到专业表现外的另一面。TVBS 吴佩妮综合新北市采访报道。新的一年就要像老虎一样，站出来就充满霸气。祝大家2022心思像虎一样敏锐，气势像虎一样霸气。祝大家2022做事情就像猛虎出闸，一出手成功就到手。茄子蛋、午间情、高尔宣19组大咖亲笔祝福，快上 TVBS 官网抢啊！